什么啦？我也有一件私密的事想跟你说。我觉得你在告白，比告白更重要的事情。你要结婚了？没有没有，是呢，因为我们怀孕有一个精美的礼物，对，就是宜阳的男友呢托付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。有一个礼物要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在这边。小老师，你这样远远看起来有点像是你在向我求婚。那你说是男朋友托你交给的？让我为各位说明一下。好，可乐拉开。这个呢，它这个礼物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叫做恒星花，就代表呢，他对你的爱呢是永志不渝的，所以它的价值呢是比戒指还珍贵哦。那我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比较价值不这么贵重的。好啦好啦，那不就公开了吗？好，我有男友。好像俨然是一副很幸福的样子。然后我还有一个小卡片，你们都没有。我上面太肉麻，这我自己看。念出来。念出来。艾怡良宝贝，你的身材是我看过最辣的。真的假的？你看起来也超过165公分。都是事实可以证明的事情。然后你也有副非常好的歌喉和心肠。等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一句不违和是不是？好啦，真的很肉麻。总之就是，我觉得我自己的感情生活其实也算是经历过一些，才得到一些幸福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这么肉麻，这么开心的过下去。从这首歌之后。